大家好，我是季生，我是美乐家季生团队的创办人。美乐家是全世界最大的环保邮购超市。美乐家创立于1985年，目前在全球19个国家。美乐家的使命是助人达成目标，共创美好未来。而季生团队的使命呢，就是带领伙伴们过上全方位成功的人生。而我们在6个月的时间呢，帮助了300个家庭转换天然、安全、环保、无毒的家居品牌。而每帮助一个家庭转换品牌，也等同于为这个地球种下一棵树。所以目前不管你是在寻找一个事业机会，或者是你想要打造一个安全无毒的家居环境，或者是你想要为这个地球贡献一份心力，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，让我们为了下一代，为了更好的环境而贡献一份心力。欢迎美乐家，美丽快乐到你家，生命就此改变， Life change here。